现停着的时候按 F1 好像不会被踢。是吗？啊，走了。你认真。好像因为我之前就这样错，然后假赛好像没这样错，就是假赛被踢我没被踢。一直是挂机哦。二十。对啊。这只是巧合而已吧。右转了。是吗？对的，靠五幺啊，引擎故障。哈、欸、等我一下，我还没调车机，我忘记调车机。三十。OK OK。这一台车机二十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测试测试。我看到的那个轮子是铁桶哎，我靠。有吗？有吗？听到吗？有。小帅 OK 吗？让我调一下音量，音量有点稍微太大了。我觉得 OK 啊。不知道我说我的游戏音量 OK 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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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等一下你们都没装国旗，等一下被动的只有我。有啊，我装国旗啊，我没有吗？有看到啊。啊，因为这台模组车，所以没有装。哎呀，没有装，靠腰啊！哈哈。刚刚在看着外面，我到底有没有装，然后结果偏掉。那等下就被撞的只有我，我撞的是台湾国旗。哈哈。像 Last 选的后车。大兵死啊！我开太快要输。你是手牌忘记换挡，想说怎么上不去？直走吗？那个？对，直走直走。我们要去英国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这次没有去英国，我们往南部走。我就想说，如果要去英国的话，英国名产奥斯顿马丁，我们一人载两台干回来。哎、欸，加油站停一下，右边。一下雨，看，下一次除了车队车距以外，我再也不要开，再也不要开这个账号，这账号的方向盘怪怪的。我卡到底吗？还好。没有没有。哎、欸，假设你那台特别耗油，要不要先加满再上面？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加油站。你等一下遇到看一下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哦，好，我们在这里等。哦，原来你原状落后啊。他刚他手牌忘记换挡，然后人就不见。傻笑。他手牌要一档一档上，然后他忘记了，然后他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他就原地拉船，拉到了底片。确定你们刚都没有什么转弯吗？记得没有啊？有吗？金动作有吗？我记得，哦、我记得没有。哦，我记得没有、啊。我没有记错、哦。那等一下，感觉快到了。对，一直直走，上了高速公路就一直直走，然后到加油站。哎，假帅，你是在沃克装我现在开的这台？我不确定是不是那台，因为我看车灯跟仪表是一模一样的。要装货柜啊，不然拖不了货。直接把 GTA 变成欧卡。那个哦，挪威的警察应该会很可怜。会被抓。那什么，之前挪威的警察疯狂刁难我，我就直接把他顶下交流道。等一下，我可能要看一下什么位置。你说大概是昨天那种情况吗？不，昨天还前天那种情况。差不多。他就一直开我罚单了，我就没送他，我就把他顶下去了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被我顶到下交流道，他人就不见了。我看一下我位置，因为我已经到柏林外围一圈了，现在才发现。到柏林外围一圈，所以你还没有上高速公路？怎么了？对啊，我在高速公路绕了一圈，外围了一圈。哦，吓死我！你们还没上高速公路。方向盘是没校正啊，为什么会往？为什么我没有动方向盘会往右偏呢、啊？等我一下哦。国旗在飞。下，这边嘛，这个加油站。对，这个。现在觉得，我现在觉得彩彩的那个，那等我一下。我现在觉得彩彩的货柜很好笑，那个轮子是铁桶。铁桶。对啊。定速3公里，龟速行驶。我丢在那个沃克图片分享区，你去看一下你的轮子，铁桶。
那不是铁桶啦，那个是，就是那个是读不出来，那不是铁桶。对啊，它长得像铁桶。哦，所以你整体来讲应该是看得到，只是，这是我们车对车。什么东西？假设说他想要办一个小车队。OK 啊，小车。我一开始就办。可是他不会办。可以啊，假帅可以负责那个、啊，你就负责把那个，就是 DC 那边创好就好啊。规则那边，我去想办法给他弄出来，想办法给他弄出来。小新最近都没有跑了，他是跑哪去了？不知道。睡觉。他自从竞标完那个肛门脱肛之后，人就不见了。他可能就真的脱肛，他可能现在还在，他可能现在还在马桶上面。肛门脱肛。对啊，我记得那时候 Lotus 就说那个在大便的继续大，他就要把它闭了。结果小心肛门脱肛拉不完。笑死。3公里归宿、欸，我也是。哦，你也定是3公里？没有，我没有定，我就踩一下油门，他知道3公里。哦、那个国旗真的很赞。哎、欸，要不要选一个国旗，然后当车队旗？可是我啊、也是可以啊，车队。就是如果他们有国旗的话，如果他们有旗子，那 DLC 就选一个。嗯。因为创，我觉得放台湾好了。因为我之前就想说要创小车队，但是我不会弄那些 DC 那种复杂东西，我觉得很烦。我会一些些。然后刚刚假帅又会，啊靠呀！我怎么熄火？直呼啊！继续3公里往前归宿去，帅啊！你走，你确定你走？帅，你确定走对吼？对啊，你不可能那么慢吧？我们3公里耶、欸。我看一下。不对哦，不对哦，不太对了。哦，看到你，终于，哦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希望出现了。假设你要加油吗？你要加油的话，我们等你。那台很耗油，加一下，相信我，你没跑一次，因为跑不到几百公里就没油了。所以第十分怪。听到吗？有靠腰，我飞机翻过来。飞机翻过来，你怎么开的？我不知道。你在打、啊、算了，没事，当什么都没事。哎呦，啊！你们现在在哪？在加油站前面。哦。就是。哎，焦哥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还没到加油站啊？我今天在加油站。你现在加油站？对。不可能啊！在你们后面啊，我在你们后面。教授，你有看到吗？不是啊，你如果在加油站，你怎么可能离我们五百公尺啊？这个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反正我在你们后面。怎么办？哦，看到，哦，原来我们离加油站那么远啊！哭啊！哦，我们三公里慢慢滑，也可以滑那么远。啊，走了。
看到假帅。原来如此，三公里可以滑这么远。对，三公里原来可以滑那么远。哎，哥哥，干嘛？别这个样子，要翻过来啊！他现在卡在，他现在卡在大楼，现在卡在地底下，那没救了。右下之后左转啊。OK OK。觉得到时候我在复制模式技能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会看着那个国旗看到出车祸。哎、欸，那个国旗好像被改过、欸，之前那个国旗上面写台湾，现在要变 ROC。没有，他现在还是写台湾啊，我刚刚说过啊。嗯，他不写 ROC 吗？没有 ，ROC 是中国 ，ROC 最好是中国了 ，ROC 是，哇，你的英文白学，没有、啊、真的，我刚好看到、啊、台湾的国旗还是写台湾 ，ROC 是中国国旗啊，靠腰啊，我他妈撞墙，他们是 Chinese， 没有啊 ，ROC 为什么是 ROC 是 ROC， 我怎么知道？你问欧卡、啊，靠，你问我他们也是 ROC 啊。啊、他们不是什么 P， 他们不是什么 P， 什么鬼 ？P R C， 对啊，可是我知道 P 什么东东，可是 P R C， 刚刚去看台湾的国旗，要写台湾。你认错了吧、啊？中国就是中国了。对啊，没有啊。是我 P R C 哎、欸，啊，我哪知道？你再去看一次，旧车厂到了。被挡住了，你堵住了，被靠英文被挡住了，这个 K 住哎，往后倒退好了，你接对，直接 F 七好了，我直接 K 住了，退不出去也进不来，退不去，救人不去心对不对？台湾，他是写台湾的。中国哎、欸，不见了。见不见？这个人？真的、啊、真的，不见了，并入台湾了。我们已经统治别人。那台湾最大而已。不见得啊！台湾的中国省省主席，我找到他，但我没有找到东西。好了，赶快出来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出来左转，一直直走。你超我车，哎，我要怠速一下，我等一下很难起步。
中国不见了嘞。好啦好啦，不要找了不要找了，赶快。我们要我再开啦。我走这边，我搭一下那个城市。就算了，没有关系，不见就算了，反正不重要。中国不重要是吧？对，台湾的。他只是台湾90%的领土而已，这还好。那我们就不会缺水啦，我们可以北水南调，然后中国水出来，那中国人民就靠屁股。你说直接从中国迁到那个台湾，直接空中一条线。你那但是还是你要走，还是你要走海下？海下你要签更久，空中比较快啊。左转啊，左转啊。空中一条线，主席三条线。然后主席就干，咱那个里为什么多了一条管？对啊，左转之后再左转啊。哎，然后我慢下来，他说你把习主席叫过来念。不行，不管到还是习主席。没有啊，为什么？那什么？小那个习近平，他每次接电话的时候都会承认自己是小熊维尼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声音。我怎么觉得室外比室内的声音还要小声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等我一下哦。恢复。你那边是下雨？那边是下雨。对，我这边下雨了。等我一下哦。然后我们把声音调。中间，好吧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靠腰，怎么还那么大声？什么啊？为什么那么大声？就是在挖苦呢。挖苦啊！靠啊！我刹住，他就往后滑。OK， 走。我靠，这超屌哎！看，真的看到那个三个桶子在转圈圈，真的很好笑。你就坐干嘛？我刚发现一个超屌的人。怎样？我传了个资讯给你。哦。他为什么雨天我转向失灵，你知道吗？我转不过来。你是误到护栏，对，是太小。你这个轮胎有那么烂吗？完全毫无抓地力。Made in China。没关系啦，误到护栏至少比假赛前几天好、啊。假赛加个油就把自己车头搞爆了。拖车也爆了，意外然后就把自己给接到了。那我海边那个也是意外啊，那不是意外啊，那个也是意外，我掉你的汉堡也是意外啊，笑呗，对不对？我是想要喝水，结果我看到，结果我按到汉堡就刚好可以，然后我又往上，然后就。跑到那个什么优格，然后再往下两格，然后又卡住，然后就按到汉堡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按下去就把汉堡收走。羊毛刚才说你收身的时候看到汉堡，情不自禁就拿了。好像不错嘞，是死还不错。看起来汉堡，直接说 A， 收走。你直接跟他说 A 熊猫取餐，说 A 熊猫取餐。等一下，不对，你就在讲什么餐厅吃饭，什么麦当劳，什么取餐都没有用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拿完之后还会叫你付钱的，付钱给他的，而且付钱还付了2万块。走到底左转哦。哭啊！靠腰啊！太慢刹车了。假设来刹住，不要撞我。快点。你要体谅一下自排加速很慢，虽然说升档升很快。
你要考虑到我16的那个。你知道吗？你在丛林起，你要从 A1 按到 A16 啊！我16档，我从 A4 升到 A16，这就是制裁的好处啊！什么假帅跟金动作可以差到快500多公里？哎，不，500多公尺，就差多公里，差那个多公尺啊，差在那个起步，右转了。然后假帅哦，他要拉到110，他要按16次序。啊，我要110，我就 W 一直按着就好。然后我如果从16档切到0的话，然后。我总共加起来我要32次，按32次，我才能从16降到1，再从1慢慢拉到16。手牌很累呀、啊。哇，所以你看，我就说四牌只要 W 一直按着就好了，不管升档降档，除了 N 跟 R， 他都会帮你处理。右上哦，右上、啊，你动作。上周左转、啊、对，左转，然后路边靠一下，我再调一下音量，顺便等起来帅。假帅说，如果要加入我们车队，要经过考试，要考那个下坡急刹跟逆向急刹。然后再加刹嘛，逆向是闪避、欸，是就人家逆向啊，你要急刹加闪避。你如果不刹的话，你们两台都会翻掉。啊，如果你急刹翻的是他，哎、欸，金庸说你还是尾车好了。哎、欸，假帅你二车。你等一下，我换一下那个换挡的那个先生。为什么要换先生？你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才不见了。是你不见，你快去掉啊！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那我重生。才不见，假设也不见、哦，那不就是你不见的意思吗？掉啊掉，我们往前一下，不然假设会跟那个金庸说重叠。原来如此，才不见，假设不见。那这是你不见的意思。尾车哦。哦，好。快快走了。
怕我在都市模式的坏习惯出现。起步跟不上是假帅，对啊，假帅后面是你啊，是不是？两位没有，我可以切到对向车道跟他并排。右转哦。OK。下啦啊！我尾车啊！我被啊！我不是更容易被撞？差不多。下坡嘞，下坡。下坡没什么好怕的。哎，加速，加速。等下右上哦，右上哦。OK。右转哦，右转上来，然后再右转下去。OK。这个导航是在玩我们吗？我觉得我被玩了，因为我刚刚根本照着线走，然后他写说我走错路。
啊，我给，反正是200多公里。笑右转再右转了，车上会挂那个会那个吗？会挂那个吊牌。吊牌？什么吊牌？就是在挡风玻璃上面，挡风玻璃上面挂那个。哦，我没有挂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挂人挡视线。我觉得我都挂三个在中间，然后他在那边去帮我了解到我到底有没有转到超过，会不会翻车之类的。那个你只要其实你只要会看看久了，可以靠它来判断你会不会翻车。各位，安静，因为没有出事啊，就代表我们这一趟很平顺。听到的只有引擎声，所以你们有想说考试要考什么？
就是那个、啊、下坡急刹，然后遇到车队逆向，就要急刹加闪躲。因为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车队，我靠，直接逆向过来，啊不就还好我刹住，然后他跑去撞他自己的车友，然后两个就飞起啊，然后两个就飞起来。可是他那个是，在奥克里面是有实质的一个车队吗？还是他只是一个名号上的车队、嗯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可以在游戏里面注册在一起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你可以在 MP 上面注册你的车队公司。就是你可以，就是 MP 上面不是有你那个身份嘛？就是很像那个身份证，然后上面有一个你车队的地方。然后就可以填入你车队，那就是就代表你现在在哪一个车队。小帅交，嗯，交给你了。啊，你们有打算帮车队取什么名吗？还在。他还在想。啊 ，DC 大概哪时候创？可能最近吧，我觉得。怎么白手起家？我是觉得考试的部分，要不要等之后成型再做考试啊？因为。所以一开始可能没有太多人，对啊，就是有稳定的稳定的人马，然后之后再进行考试，也是可以啊。我在想，如果那个旗子可以客制化，然后那个公司标志可以客制化，假设那个沃克帝国那个什么，你沃克帝国的那个图案啊，拿来贴上去了，沃克车队。干挂的，那才好呢。带的，把它用旗子挂着，然后那个涂装东那个标志再继续挂着。是不是可以画货柜啊？右上哦，货柜我对可以画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画，因为我看很多车队有画车，有画他们专属的货柜。啊，在 MP 大家都看得到。对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应该是对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因为你现在看我这个货柜，其实本不应该属于我自己的货柜，就是现在不是欧卡可以买这些货柜吗？嗯，对，正常来讲货柜是没有这个涂装的，然后我的车队是用类似就是修改器去把那个什么，去把那个DLC。它不算是 DLC， 就是内建的工厂的货柜直接弄到自己的货柜里面，啊，这边是你可以拖着别人工厂的车子，但是货柜是你自己的。哦。哎，假帅，沃克什么时候会办车具或车展？最近吧，我最近还在想活动，最近应该会想那个甩尾。甩尾，人家又要去秋名山，应该会去那个啦 ，H1 公沙小那个 H1，、哦、然后没有甩好，甩好叫拓海，没甩好叫拓海，拓海湾，然后那个车展嘛，哎，假帅，我想到你办车展，然后比赛前 H 会先亲自示范，公沙前海，红绿灯右转哦。红灯右转进城市，亲自示范给你看。那我们进城市那个修车站那个停好车拍个照就 OK。OK OK OK OK。监视我们最轻松的一次。对。你要想办那个拉转，那个拉转。你办车展，然后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然后那个车子啊，就打折卖贩卖。第二个红绿灯右转、啊、
欸，讲什么？然后再左转。讲什么？干嘛？你有看 AMA 传的那个吗？然后再左转。然后靠腰，我刚错过，然后再左转。绕一圈是，绕一圈是。对，我刚错过修车站，然后再左转，然后再左转进修车站。黑甲车，你有收到吗？啊，收到什么？啊，收到什么？我私讯给你，等一下晚点再看。哦，没有。等一下晚点。原镇修车站，我就这样绕了一圈。真笑。啊，我们停好车，拍个照，就 OK。偷腰啊！哦，对，我觉得我们之后，车队的那个，就之后那个车队的考试必考倒车。对，我觉得一定要。我会，但是我会应该很久，你们要等很久。没关系，有的就是时间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对，慢中出细活，慢慢来，别急，别急。我也是从一开始完全不会倒车，到后面也算。其实应该说，其实我会，因为我玩过手机版的，其实我会。哦，就是这不能太快了。但我就是倒会很慢，所以就是你们要等。就是要等吧。好了，我停好了。你往前点，往前点，对对对齐，车都对齐，对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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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个谁把双黄灯关掉？对。OK。好了，我